包括白米、饼干以及泡面等中原普渡生活物资，由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媒合二路元帅财神庙，致赠给七堵区富民里食物银行志工代表，再转赠给大约50户弱势边缘户，协助照顾好需要帮忙的弱势朋友们。就我们这些信徒都有捐赠些他们的贡品，然后每常年以来，我们都是委托基隆市市议员张耿辉先生哈，帮我们传就是捐赠物资。那这一次也不例外啊，把所有我们这些手上所看的50份，然后也陆续的，就是交给我们富民里的食物银行来接受。对于张耿辉议员和二路元帅财神庙的爱心，富民里食物银行也表达由衷的感谢。收取二路财神捐赠物资，啊，感谢张耿辉议员从中穿针引线，让我们的物资可以更加丰富。张耿辉也对富民里食物银行照顾弱势家户和朋友们的善行表达肯定和感谢。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